欢迎我们的成员哈！哎呦，欢迎，独树一格，小钟，钟哥，钟哥，好，露露，哎呦，这英文啊，激动，大家好，莹莹，周莹 ，Junior， 大家好，宝哥他一个人一组，小红旗跟小钟两个人一组，来，第一则 VCR， 来，请看。免得你们对我有一些误会了，好不好？就是呢，在我们江湖上吼，有一些话，你们听好了哈，就是有一些合理的要求呢，就叫做训练；不合理的要求呢，就叫做磨练，听到吗？听到了。哑巴，够小声。好，没有关系，你们现在没有精神，是不是？让我从头开始教你们，好不好？先从报数开始了，好，报数，1、2、3、4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位大哥，你从几开始？你从2开始，哎，会不会算数啊？再一次，报数，2、2、3、4。是要我讲几遍？可是前面还有他，天圣同仁是谁把这个铜锣放在这里的啊？我跟你讲啊，其实这个很简单，就说其实他头脑都没有一，因为往这一上面去想，往一上面去想，对呀，一的成语有哪些？好多，对不对？我给你一个提示，好不好？我给你一个提示，跟刚才最后那个画面很重要。为什么他不能从一开始？计时20秒开始。来计时。他没有从一开始啊。这到底是什么嘞？想开了。我反正想到想不开，因为从来我们先从这边看，从异曲同工，同心协力。怎么了吗？同同有同，然后心是什么？因为他的心，你看有一个人，像那个第一位啊，他就说2、3、4，就是大家一起的意思。对，就是他们要四个，是一个 team。连解释都坑坑巴巴的。不是，因为我异曲同工是谁？我写的。有这个成语吗？有啊。有一举成情有，你知道吗？一举得男有，一举得男有，一举同工没看过。我有检，我有检举同工，我有检，我有检举同工。我们没有想，我们没有想，后来最后同心协力，协力四个人是一起，因为和一定要1、2、3、4，就是一定要从一开始，所以是一起。他讲意思呢，就是说第一个是同仁，对，所以呢大家都同一，就是一起这样的，一条心，同啊一条心，是大家一这样就组成就一个力量，同心协力。是的，是的，哪个先生？可以，可以，太好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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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怎么跟他配？啊，瞎配，瞎配，哎呦，莎士比亚。是莎莎嘛？你刚刚说最后那个是关键，他把那个举起来，那个是关键。莎莎把他举起来。是他，你会发现他扮演的是一个士官长。士官，对，莎士不一定，他搞不好是连长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他是士官长。你觉得他是？然后他比的那个同仁哦，比莎莎莎，他是士官长，比的比的一个不会讲话、不会讲话的同仁。莎士比亚，很有效果，最起码比同心协力要好。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一人赋诗，要拜个早年吗？哇塞！说真的，
为什么你会想到这个？这梗哪来的？你想到什么？我前面我在想一鸣惊人是我想到的，但是不对啊，就一鸣惊人，哎，很合理啊。其实是因为。整个成语字典里面，我只想到一个，就是有一的，你想到是，他直接把它拆开来看了，他会讲一的成语可多，一成语一成语几十几百个，再讲三个一的成语，一石二鸟，一诺一石，一诺一诺是一石，还有一石什么？一石灵，一石二鸟，一石灵，你回家了，机灵，我觉得我比他聪明哎，有没有回家先？我成语很烂了，你是艺人吗？哎呦，怎么改三次？同手同脚。最后我想应该是这个。依依不舍，一视同仁，哪一个？这个，都画掉这个。为什么？他是同仁啊，然后他就放在一，那一是同仁、啊。一是那个同仁。对。一开始我们都想到惊人啊，其实其实他是同座的。不一定啊，你们这个都是错误的引导。很明显的，重点是那个同仁没有错，但是你仔细看他没穿衣服，没穿衣服，衣衫不整。而且他报号的时候，那个一跟那个三始终跟那个没有一嘛，所以他始终报号都报的不准。麻烦那个三哦，他不是木头做的。再加个木就一兵不整，小兵兵，一小二十，先一十，来，其他四组都做什么？唐代文学家韩愈的《园园》当中，他指的呢是以博爱的人心对待所有的人和禽兽，现在只是平等待人，不分亲疏远近，好不好？嗯，好。来，马上上掉台。第二题，第二则历史呀，请看。哎呦，我口好渴哦，我想要买个18块的饮料来喝好了。多少钱？十、11、12、13、14，就14块买不到啊！怎么办？有了，怀秋，那个我可以跟你借个4块钱吗？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这一辈子我再不会跟你说我要跟你借钱了，4块就好。那我想要喝个饮料，但是我现在不够。4块钱哦。对，4块钱。我啊，我只有40呢，不好意思。就是4块钱，4块钱就好。拜托拜托，哎，评审你对我真的很好啊，4块钱对你来说没什么啊。你去问中华了，我真的没有。拜托啦。不行。哎，大呼小叫，你们在干嘛？哎，中华，你听我说。我想要借个4块钱，因为呢，我想要喝饮料。怀秋他都不会借我，你是我们的团长，你人真的很好，所以你可不可以借我4块钱？4块钱就好。不行。哎呦，我求求你耶！平常我有求过你吗？都没有啊。今天我这么的求求你，你是个团长，应该要疼妹妹啊。求求你嘛，拜托拜托，求求你。不行。算了。四零，你听我说，你过来这边，过来，你坐着，走开。我要跟你说，因为我想要借4块钱，中华跟怀秋都不会借我，才10块钱而已。因为我想要喝饮料，求求你，可不可以借我4块钱？借你4块钱？对。是的，我觉得现在脚有点酸呢。4块钱可以借我吗？求求你。求求我吗？我肩膀现在有点酸了嘞，求你，可不可以借我4块钱？我现在想要听音乐。听音乐好，来。哎呦！求求你。好啦，都这么诚心的求我了，借你4块钱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知道你对我最好。借你4块。谢谢耶，我有4块钱了，所以现在就可以买18块钱的饮料哦。谢谢自理。这个奶哥想不到吧？
这个有难度，我没想到。可不可以？你想到？哇，你最快！我这次算是，我最近想到，我第一次发觉我这么聪明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个答案一定是对。你不要写十八相送哦，还十八同人的。是你写十八的，你写十八王公吗？不是啦，大概有一点哦。出的还蛮漂亮的，这个出的很漂亮。嗯，出的嘛。你会不会讲了半天结果你是错的？不会不会，你只要看差不多前面的差不多一两句话，对，前面几句话就出来了。一个提醒，谐音。计时二十秒开始，豆豆。这段写出真的成语出来哈，谢谢大家。就把它放到答案板上面。很简单啦。而且很简单。字别写错了啊，各位。只有他了。好，男士先看他们的。哦，你们好笑，比较好笑。对。哇，世事难料。对，是不是我们好聪明啊？你在拍寿险公司的广告吗？不是，我们真的是想很久哦，是因为他在求四块钱，四，但是都没有人愿意借他，很难求的那个饮料。很难买那个饮料。对，后来有人愿意借他的时候，完全。世事难料。似是而非，这是什么？就没有一个字是对的。对啊，是吗？不是这样写吗？不是。他讲似是，看似很。你真是视死如归啊！非是而非。啊，对。啊，这第二个字是。第二个字，这个是，这个字是对的。是，这个是。雷哥，为什么你都会啊？哎，看主持人呢？没有谐音呢。我们还有读一点书。因为你有卡，我们要认真，好不好？你打的是似是而非，谐音，为什么？因为四块，然后又是四零，就两个四就出来。你讲那个男主角叫四零，借到钱的那个是四零，对，然后他到时候帮他按摩。那你要讲四零，你这怎么会对？你看到没有，四零夜市啦，是不是？你干脆写四零大香肠算了啦。我知道，因为四零借他，四零 yes， 四零也是，便宜到天堂，四零是便宜，便宜到好，他借的是四块嘛，对不对？总有一天会变成三十小时的成语了，这次要变成语了，总有一天会是成语，对啊，总有一天会是成语，四零 yes， 哇，这段四零看到会高兴，开心啊，得意的，好不好？由四零 yes 就是因为四零而命名的，对，由大家到四零 yes。事事如意。我觉得这个讲得过，因为就是他借四块嘛，一周借四块，然后很多，然后就咦借到了，咦借到了，咦，我今天开心哦，着急的结束，事事如意，对啊，咦借到了。那个冰箱里面一开始的重点是在哪里？14块。然后他跟人家一直去求事，对，所以是一事相求，对不对？你知道答案了？懂了？你终于讲懂了？现在懂了吗？哎呦，你知道什么答案？准备吧，看一下答案啊！等，终于讲什么答案？哎呀，实事求是，对，实事求是，哎呀，实事求是，而且吃的对呀。还有讲正确答案之前，还要讲一个错的，但是还有符合逻辑的。哎呦，这组还是真的好难上碰到的一人开。我之前已经很同理大爆，一事相求，一事难求都可以。对啊，一事啊，十事啊，十事求是。对呀，可以啊。这一题哦，这一题别人讲真的不简单，不简单。方向是很容易跑掉，他看第一遍的时候一半他就想对，这个重点在前面。实事求是，有没有人答对？有没有人答对？恭喜答对，实事求是，这个谐音。这首这个成语是出自东汉班固的《汉书》，原本是形容呢这个河间献王啊刘德做学问的态度，现在拿来呢作为的做事情确实啊，加上呢非常的叫要追求真切，好不好？是要实事求是啊，每次都错四个了，你看看来了啊，太难了，第三则，请看这个不错，你刚问了。最近意外新闻好多哦。
农历七月还是要小心一点比较好。嗨，老师。阿布，好久不见哎，你还是一样年轻哎。你嘴巴还是这么甜，小朋友下课了，早点回家。好，老师，拜拜。拜拜。喂，老师。哦，别闹了啦，不是叫你回家了吗？你怎么没有被我吓到啊？哎呦，怎么那么爱闹啊？下课赶快回家。好了。哎，老师，阿布，事不过三，你不要再闹了，赶快回家。好了，拜拜。阿布，不是叫你回家了吗？怎么都没有人啊？那是第几次有关系？好不好？最后发生了整个状况，看到了什么？二十秒计时开始。小哥这组写的是乐善好施，什么东西？乐善好施是我想的，推三理四是我想的。推三理四，装三理四，还是可以。推三举四，对。没有，刚刚他是问我说，也不是一个三，一个四，是我刚刚讲说推三理四。没关系啊，推三举四，是我觉得上面乐善好施。就是因为我会讲台语，我就想说用一点刚刚上一题是谐音的感觉嘛。你看阿布跟那个老师站在一起的话，阿布很乐乐咖，然后老师又放在旁边是散哎，输的没有啦，跟老陈哥他们就结论为结散散哎，然后好事是什么？笑得出来，这个你怎么了吗？其次，这个太到底了。重点是他是一个好老师，你刚才担心他，就要赶快回家。乐善呢？好老师，好老师，是，可以可以，好不好？三金四妾，我听过三妻四妾，没有听过三金。三金半夜了你，三妻。别说出我答案。不是因为他三次受到惊吓啊。对啊，四次。第四次就切。咦，你耶，我陈毅，还有这种出来的招哎，那个声音音译不能，惊吓的声音不能当做一个字好吗？那不是陈毅啊，他也没有三金四妾啊，里面就三金四妾啊，三妻四妾，哦，是啊，搞错了，三妻四妾，哎，三金半夜。不能又夜了，不是好暗夜啊！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他是三被吓三次，三次惊吓嘛。嗯。然后最后大家有没有看到，只有半只手出来碰这边，半只手在那边碰他，碰完他耶。耶！他那个前一个耶，虚位一代，我们一定对，我想好久。虚位，我听过哦。对啊，谐音嘛，跟徐威嘛。哦，徐威被打了一代。虚威一代啊，一代一代，顶肩拍档，对，你要顶他的肩嘛，拍他的档。又打他的肩，对不对？又打他的肩，打
你肩太大的肩，四个。我们讲是成语，不是团名。你们是团名啊！真的，你们搞了五组，没有，只有一个虚位以待了，没有一个是成语的。答案很棒，就这么简单。他拍第四下以后，旁边没有四下。好棒！来，全根。这一题应该摆在第二，这应该是实事求是，对，应该第二，刚刚比较难，这应该第二，因为我们把它想太深了，对，想太深。好，来最后一题，最后一则，请看，请看。这是谐音，可是不是中文。没错，就是跟熊的谐音有关系。观众朋友，您猜到答案了吗？只唱一句歌词也太偷懒了吧！哈尼，你把爱放进我的心灵。哈尼，很好。五四三，就是哈尼，换我。竟然还有人一句都没唱。都看到了，刚才干瞪眼啊！哦，两个人干瞪眼。不是，因为我怕你接不到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我接不到？你在等副歌，连这一辈子都在等副歌。这样的爱才算完全。好，最后一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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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爱到最后。冲冲冲！有奖征答来喽！每个礼拜会有四个数字的天才密码，随机分布在每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节目中，请依序记下这四个数字，就像天才冲冲冲脸书粉丝团留下答案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的礼品哦。